特色牆咧有多選擇嘅，有啲人咧就會做磁力牆，令到幅牆咧可以俾磁鐵磁啲咩模子上去啦。有啲人就會做藝術顏料牆，咁望落去咧就好靚啦。有啲人咧就會做白板漆牆，咁令到咧個牆咧可以用白板筆畫嘢上去。咁有冇得一次過滿足曬三個願望嘅咧？睇下呢幅牆啊，呢幅牆咧可以俾白板筆畫，但系咧佢又有藝術顏料嘅顏色，而且佢仲可以磁嘢上去添。究竟佢系點做出嚟嘅咧？師傅喺呢幅牆咧，首先個底裏邊咧就做咗一個嘅磁石嘅鐵粉，然之後上面咧就再掃呢個藝術顏料，然後喺上面咧再加一陣高硬度嘅白板漆。咁做三浸有咩好處呢？第一就係又耐看又實用啦。第二就係就算你面層嘅白板漆牆有一日唔用得啊，下面嗰兩浸仍然發揮作用，咁你幅牆就好耐用啦。